欢迎来到太阳系奥林匹克，接下来向您转播跳马比赛。看起来来自主办方火星的选手很有信心。哎，我哎哎哎哎哎，什么？火星选手落地不稳，直接穿越了来自地球的裁判，还剩下两位来自火星的裁判，竟然打出了14.7的高分。别跳，我被老师叫家长，不想活了。你想想你媳妇儿，我媳妇儿跟人跑了，你还有兄弟，就是跟我兄弟跑的。你想想你孩子，孩子是他俩的。一小时前，哎，我欠斯巴特的钱还没还呢。哎，技能刚开学你就旷课，不大好吧？没事，不说了，我先去厕所躲躲。报告老师，外地刚才在厕所和同学干架，他拖把沾尿，犹如张飞咆哮，1v4。让人到我办公室叫家长。大西能男朋友啊，进来一小伙。由于户外水质不达标，我们转到室内继续比赛。什么？一位火星选手竟然压着一位地球选手游泳？裁判，你瞎吗？为什么不叫停？我不到啊！遥想年久卷石无垢，小伙子，你这不行啊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我给你告老师去！你不能这样颓废下去。师傅说过，只有苦练72遍，才能笑对81难。Oh my god！那你为什么不开创造呢？你要相信自己，我教你一招闪电漂移。女人受超人，男人受大头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铁人三项，油上岸的选手陆续出现了呕吐的现象。没事，应该是火星太热了，选手们都中暑了，这水都臭了。而且谁跟你说火星就很热？那水星是不是很冷啊？水星白天427度，而火星才-63度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百度百科。小伙子，你咋就不开窍呢？我也要 VIP。大家好，我是翔龙。很久以前听说愚公要把这座山移走，那么我今天也来挑战一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先从这个基岩开始。嘿，你在搞什么，老铁？我在翔龙。嘿，你在搞什么，老铁？我在移山。哦，你一定是愚公的子孙。我跟你讲，你这辈子是移不走这座山的。经历了981天，我的绝世武功终于练好了。你不要小瞧别人。Oh my god！ 那你为什么不开创造呢？哦，我开了啊。哎呦嘿，降龙十八，淡黄的蓬松，长裙的头发。古龙大爷，我想去地狱。哦，这个简单，这个只需要。哦，跑掉了年轻人，你怎么来天堂了？哦，刚刚我是想去地狱，然后那个古龙大爷。哦，跑掉了年轻人。哦，应该是你生前积了大德，死后才会在天堂的。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去天堂还是地狱，就请求上帝允许他到地狱和天堂去考察考察，以便在此以后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上网课，上网课，上网课！哎，真无聊，切出去玩个游戏先。嗯，什么声？算了，打一了。嗯，什么东西？算了，弱逼了，快回！哎呀，逼5个呀，你们在干嘛呀？哦，可爱的小朋友，你怎么来天堂了？啥也不是，给我个复活币。老板，我要一组 TNT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先生，我这里是矿石店。那你这里卖什么呢？啊，我这里有金矿石、铁矿石、绿宝石、钻石，还有一些。手指粗大怎么办？挖矿还是都很慢。自从有了苦力怕，炸矿什么很浮夸。啊！你还我钻石。
挖矿还是没挖了，一想起来就苦恼。要是挖矿没烦恼，就用秘制小铁镐，效率时运加采集。你看这镐它到底行不行？奥利给，兄弟们，造它就完了。大家发现没有，枪只要黄金了一下就厉害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这不是黄金剑吗？我这叫黄金 AK。 那我这还蓝鲸 M4 呢。不管，反正任何东西黄金了就牛逼了，我要买黄金枪。哎呦嘿，所以说你住院的包间都是黄金的。对啊，你看我吃个金苹果就能下床了。你吃的这不是马蛋吗？哦，刚 VIP 到齐了。哎，算了，解放前就解放前吧。要复兴输瓦平，我们按住鼠标。哎，这枪黄金了，是牛。夏天快到了，又到了到河里冲凉的季节，顺便先洗个揪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啊，套套。舒服，不过就是味道有点酸。Oh my god, 你这一口一个元素周期表啊。哦，脚酸的年轻人，你怎么来天堂了？等等，我给你查一下。哦，原来是你每次砍完树都不种树，然后就死了。我不是因为脚臭才上来的吗？没事儿，复活币从现在开始买一送一，买二送三，以此类推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还有本店即日起。惊雷，一小伙。惊雷，一小伙。惊雷，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，紫金锤。咱家缺只狗，你看我给你发了个照片。不是，你得了解我呀，我喜欢猫。再者说了，你给我发这拉不拉圾，怎么长得傻不拉多的？你给我发这垃圾怎么傻不拉的？你给我拉的多拉的多不多呀、啊？这垃圾，哎妈，服了都。这你这破美狗，你不是啪啪啪。孩子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是烟不好喝呀，还是酒不好抽？是烟喝酒喝烟喝抽喝烟抽酒？你买复活币吗？你还是不太了解我，你知道不？我是那么随便就能听人使唤的人吗？啊，我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爬，摸爬滚爬。